丑啊！被罚落是单杀真丢脸，你怎么不去跳楼？哪里丢脸？哪里丢脸？怎么会丢脸？一个团战角色跟一个 AD， 我又不是我玩什么伊瑞利亚被罚落是单杀，那才丢脸！就每天在家当米虫，一直玩也玩不出名堂，整天嘴炮吃家里的钱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被阿龙那边在会战，你自己在那边 BD 个屁！八龙那边在会战，你疯了？是那个叫什么名字？那个绿色人叫什么名字？扎克跟珍娜被抓，然后对面在吃八龙，我去也是死啦，没骗你啦，真的啦，去也是死啦，只是很嘴，刚刚他打得很 OK， 恼羞了，全大家觉得你中路九种最怕遇到谁？遇到谁？角色还是人呐、啊？好恼，再怎么呛，人家在精英，你们在哪里？哦，这个洗画面，哦，受不了，靠队友是吧？你妈死肥仔！我用小明来呛你，是不会给 MOD 哦，废渣，对，编掉。真的很废耶！出色高手早在 TS 哦，你根本废物转音，妈的，我精英好不好？不过我看离转音也不远啊，现在应该三开头风险就很大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还比猫0305高分呢、啊，他是搓了几百场，你。我也想问他、欸，算了，你是搓了几百场啊，哥哥，我已经输到内裤都找不到在哪里了，你还在我下面，你是每一场都提摩是不是？这场也要来提一下吗 ？Captain Timo on duty， 好啦，看一下，我编谁？编个戴安娜好了，讨厌死了，一堆人在玩戴安娜。This is my last game in BO5。哦，哦。哦、oh, ，那这个， If you're buying, 这个不戳你说不过去啊。那这个不戳你说不过去啊。亚洲统神登场，好 ，Let you top。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干杰西有没有那个？好，没有，那不用管他。啊，统低能酒桶关一关啦、啊。八传送门哦，对，我再把你碰去嘟嘟跟红爷 MOD 拿来啊！操你妈！现在在你后面还非常火，妈的！好了，先看一下传送门。统神吐槽猛，统神问题好吗？这种反社会之一的人，各位在跑啊！嘿、哎，靠！好，这下面。你说是什么西门什么的？好，我们看快一点。啊，看快一点。你看到杰西会怕哦，不是要看一下是不是西门，不然不确定他是不是中路，因为西门的杰西是中路，要带个物防。台湾地盘算三小，干娘，鸡掰嘞！统神开错了，快逃啊！惨了，配到嘴炮神 BO5 要搬。看到统神还说他 BO5 第五场，他真的不怕死。P 三小哥是要打 BO5 还要这种死肥仔？因为你房间很臭，有点臭，真的有点臭。你他妈我在你楼下，肥仔你有种下来？这个你上来找我吧，懒得下去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家有楼下？哎，你这个真的在我家楼下？同时给我 MOD， 我 carry 你。哎 ，Oreo 安安。西门还是 NAD， 反正都屌爆你这废物。你觉得九种是不是需要再 nerf？ 九种是不是需要再 nerf？ 为什么要 nerf？ 听说你房间很臭 ，OP， 臭臭的，真的蛮臭的。西门身份的速度也他妈太夸张，你一天打个十几个、二十个小时，你能够不那么夸张？北韩要开战了，请问统神你有什么看法？打爆南韩，最好南北韩的人一起死一死。没有啦，北韩。应该是随便说说的吧，我想。P1 Stone LOL， 楼下那个根本随便讲讲，他还当真。死胖子没被人打过，哎，还没，你要不要来试看看？可是你不一定打赢我。台湾帝王根本破，统神躺着打都比较强。你这胖子，我住你楼上，你有种上来。尬 JJ， 你别来乱了好不好？别啊，尬 JJ， 放你一命。哎。啊，他创下台湾第一无数账号，所有账号分数加起来比西门分数还高出两倍。没想到一开始
哎，你看要怎么开始啦？我符文都还没换呢。啊，一个开始，我连对面选手是谁都不知道。刚好看到一个阿卡丽，是不是阿卡丽？哦，阿卡丽是一个上路。哦，又是杰西中路，烦呢，又没带到物防，烦死了。还是是啊，应该是一个杰西中路啊。他玩出他的神奇新吉德了，就是无限流新吉德。开大洗兵洗完回家喝水，开大洗兵喝水，开大洗兵喝水回家，无限流新吉德。说真的，要他那种星级的几乎不可能，因为他就是开完大洗完一两波，一狂点水，然后就回家，又洗一两波，又点水又回家。要选一个破打快的角色，他一回家就推压他。对面叔叔，奇怪，叔叔的分数怎么会那么低啊？因为我已经输到脱裤子了，他还在这里，看来。叔叔又要送分了吗？龙女带一个光盾，好，我来看一下那个所有账号加起来比西门分数还高出两倍。每场一开始就是一打九打算，不管是谁他都嘴。原先账号落叶随风尾刀 boss 蹦蛙等等，落叶随风尾刀 boss 就不是我的账号，你还我的账号？好啦，一起接收啦。就不是我的账号，还在我的账号，有病哦。他于2013年4月3号开始用麦克嘴。2013年4月3号你胡说八道啊，我是4月3号吗？是4月3号吗？好像是哎。沙咕噜猫 Let's win， 你 BO5 第五场 Let's win， 这个一定要戳你的啊，现在看看怎么戳。咕噜猫从这里出来，所以这里会有一个陷阱。那看来队友不想拿手杀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挑战一下。反正对面看起来烂烂的啊。不知道干嘛。这个他又是玩了一个那个回血，就是。药水流，这我觉得这种玩法真的蛮猛的，狂喝。好，一提到这个，到底是，支援你，支援你，我怎么吃三郎啊？你省省吧，我想叫星级的一个人吃，星级的好像吃不太动，算了，帮他吃。你沙库鲁猫一直 A 他。就什么东西，好像你跟咕噜猫对线很多次，你不是上路吗？那叫什么？你不是走上的吗？沙咕噜猫啊 ，first 不啦，这个安安，这个星级的被安安。神偷一个，偷到了！神偷，爽啊！这个对面99%怀疑我开图啊，不过好啦 ，You got blue， 干你的，说中文好不好啊？说英文比较屌哦。啊，爽歪歪，啊，爽到上天堂。啊，那个 Tony 你就不用玩了，我跟你讲啦，好啦，我三等，你一等，你还要玩吗？你直接。啊，你两等哦，一样打两等，好啦，你直接死一死啦！啊，敢变锤子哦，我好怕哦，死一死啦，白痴，几零年代了还在那边逛街，好啦，下路下路没有，下路是一个，换不换得到啊？你该不会还要被杀吧？不行啊，这个你要被杀，我也救不了你啊！菊花。花，你这个烂菊花！
这个菊花在干嘛、啊？二等，你也没有偷懒。哎，我们可以拿他的红啊，他没有红啊。你拿不拿、啊？你要不要拿？你不拿，我不理你。没啊，有点惨啊，有点惨啊。那还没差、啊，这个杰西等等，杰西被我刚到歪头。好了，杰西出来啦。反正你怎么打，我就直接脸上撸了。你才二等而已，你要跑去哪里？我 Q 我，我 Q 你会不会痛？我有蓝，哦，好惨哦，没 Q 到兵。哦，不行，这个龙我觉得。杰西第二次，哎哎，他有闪现哎，原来他第一次没有用闪现哦，哇，杰西这个霸气登场，杰西的霸气。不过这次你可真的没有闪现啦、啊，三等我五等，三等杰西啊，你直接到后面休息了啦，等我推过去了啦。你还想吸什么经验值？嘣，不会痛。哎，你不要再助他了。他不会出来的，他又不是白痴。你不要，你走了啦。他不会出来的，他你青铜还有可能出来。这他虽然智障的，不过他至少也是个钻石啊。没蓝了啊，没蓝那就没办法。一发 Q 一劫啊，龙女一起出来死一死啦！现在你们两个我都没在怕。龙女一起出来了啦，还想尾兵啊，不要再做梦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又要死喽！哎、欸，你疯了！啊，干，靠呀！啊！哇！一个神奇的空大，这跟我没关系啊！哦、啊，没有，我那个是我要回家，所以我要洗个兵啊。先回家了，你慢慢跟小兵玩吧。43 CS 比21屌了两倍，我们的上路可以吗？老菊啊，不行，他这个有那个啊，对，我那个画面忘了往上拉，等等啊，啊，拉了啊、这个杰西基本上已经是烂掉了，反正 我大绝转好一次他就会死一次，没有闪现的话啊，所以现在没有大绝，所以先弄个兵啊，真惨啊，才一个法力，才一个法力护跑，不是出个什么女神之类吧，反正哎呦下路有点猛啊，我看你也不要玩上路啦，你去玩 AD 好啦，你又把一个 AD 的打爆，而且你刚刚不是被一个不是被台湾美梦打爆，好了，插个烟。台湾美梦，哎呦，五等哦，蛮猛的。哎，你的闪现没到那么快哦，哥哥，不过他的那个走位还不错。你有点惨啊，躲那么后面，你也切个形态洗一下女神之类嘛，一直枪形态，有点惨啊，这杰西，你这样子还推线，那你真的一只兵都不用吃了。好了，一个 Q 一劫，找龙女啊，哎干，刚说龙女，有没有一？一到了，一到了，碎碎碎，啊上路被一个单杀，靠腰，为什么没有缓速啊？哦上那个护杀。好啦，杰西，出来死一死啦 ！push， 好啦，出来死一死啦！别浪费时间了啦！杰西，你别挂网了，好了，啊，这把 Q 一个 miss， 来一个一秒罪恶接替吗？好，不行，你还要让蓝哦，你吃了。你还敢变锤形态靠腰嘞？这个坦哦，你吃。哦，那个塔。哦，
好，我的大绝有点二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他吃吗？因为我的蓝在这里，我就看你们能够忍多久嘛。哦，杰西回家，杰西啊、回家，那我也回家好了。不要啊！上路辛吉德47，阿卡丽42。为什么阿卡丽？哦，阿卡丽可以拿到 first blood， 可是辛吉德蛮猛的啊。羽毛拿到 first blood， 他可以跟他较量。然后，哎，对面，你们是怎样？你们是在偷看实况是不是？啊靠腰嘞！啊、哦，那有个空 Q， 这个杰西的 Q 也有点烂，只要对面一位移就没用。我没大，我没大。杰西。闪现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对着他桶子滚他后面。杰西一个 ATM， 然后对面的蓝真的不吃哎、欸，对面真的不吃蓝哎、欸，那我亲自去吃。妈的，我连蓝都不吃，那我这个不能忍。哎、欸，啊，都过来了，那哎、欸、没有。龙女，哦，龙女在上，这个蓝看来我可以轻松的折掉了。哦，上路一个二打一，啊，这个羽毛有红眼吗？没有红眼，那就不可能了，因为这塔。辛吉德癫痫，辛吉德，你哎，干杰西在下面，我要去。啊！他都被一个反背。辛吉德可以一打二吗？吉德啊！杰西一个闪现 gank 啊！杰西，你也太猛了吧！好啦，啊靠腰！啊，这个人杀杰西啊！杰西，还是啊胖娘去杀他，我杀杰西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杰西，啊，这个上路亏死了。哎，没有。杰西用闪现 gank 啊，那你就又要死咯啊！你好棒哦！啊靠靠腰靠腰不要！杰西不要！杰西不要！再下！杰西不要！没有杰西林邦啊，林邦较紧的啊，想要我死，妈的统神会死，去旁边喝一喝凉茶比较快啊！啊，统神一个三杀，临死二助攻，啊，直接出一个，别输不啰嗦，羞辱那个杰西，啊，杰西53支 CS， 统神102，屌他两倍，啊，这个杰西烂掉，杰西这次成为 ATM， 杰西你也不要怨你自己，怎么啊，统神怎么那么神猛什么的，不用，因为当统神一等拿蓝的时候，13。啊，你吃了！我有记对面男的死。啊，这个龙女一个往上，那杰西已经被杀到，哎，安，哎，不对哦，哦。可是我的目标是，杰，你开图，干，我在看实况，你妈给我承认哦！我操，你那个 Q 太扯了哦！
好啦，先把他中路推掉，跟杰西，已经神牛王了。因为我出了一个叠书，所以我必须要。龙女，你的血量很满的。叔叔，躲在塔下面喝凉茶。叔叔，不要！叔叔，不要！你们还冲啊？你们还冲？哎，干这个好像不太行。好啦，不用跑啦，不用跑啦，比较快。啊，叔叔，赶快把我兵舰推进来啊！龙，你在等我啦！哦，推进来了。刚刚旁边有个光，是杰西的那个光。龙女也下来了，对面一个三打三，打叔叔，叔叔啊，叔叔，那个草神啊，这个 combo， 好了。羽毛昨天我看他好像是十连胜，是不是？也该终止一下，那边等等查一下他那个连胜的那个气头气势。上路又一个二 v 二，谁胜谁啊？不对，一个三 v 二啊！啊，阿卡丽已经被干爆了。这个阿卡丽很正常。大陆杰西在上，杰西上面还有一个二 v 二。不过杰西，你以为你是螳螂？杰西，螳螂，不对啊，这杰西，杰西谁都打不赢啊！这杰西没有装啊，杰西。两层叠书，给我，给我叠书！哦，这个队友，这个杰西，这杰西已经北港香炉了。他刚刚一半的血，这个一滴，这个一滴，他们完全不怕他。这杰西已经北港香炉化了，哎，北港香炉，哎，干，这个有两层啊，别跑，我不行，龙女跑，龙女跑太快。阿干，他们的蓝出的时间是1528，结果，哎，龙女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没大又贪心的人，龙女。安安，干没点燃到啊，也没磕到，算了。哎，这杰西已经变北港香炉了，两个一滴血的都不怕他，然后一插他就爆。我先吃个蓝呐，不要那一直冰冰冰的，吵死了。啊，杰西，北港香炉，北港香，哎，哦。我有叠书，我两层，你不给我，很讨厌呢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这，哎，炮娘，你不要太拽啊，给叔叔一点面子。叔叔怎么说也是，好了。这星期的也在塔下开炮，没死啊？奇怪，那个真娜这样不可能没死啊？啊，好了。啊，然后羽毛一个上路龙鼻子，现在不能讲单机，你知道吗？要讲龙啊，这个一个陷阱，太扯了，整个被看光光。Need some brawl。啊，杰西啊，有点惨，69 CS。杰西正式成为北港香炉。好，摩哥登场了，粉末的登场。摩哥一个，摩哥，你还要再冲一次吗？啊，摩哥第三次决定要后撤。哔哔哔，这星期的很急啊！哇 ，BO 五最后一场，哎，不对啊，他 BO 五会不会把我挤下来啊？你这个，你把我挤下来，因为我现在300多分，也是基本上300多分。是风险因素啊，就会被挤下去的风险。哦，这星期都很急啊，逼逼逼的。哎，这个上下路逛街啊，这龙女一直推我的兵啊，这个露露一个阵亡。露露你会死吗？露露不会死，这杰西打到不太痛。然后炮娘你也救一下，这杰西 ADM， 谢谢啊。啊，这杰西两层，哦，赚这个杰西真的啊。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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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六十几块你也要？我可以有两层呢，六十几块，哇，六十几块你也要？你有没有那么穷？哇，这个三杀，那个叔叔自己也是歪头到不行。冰不要，我不想破塔，我想杀人。这场破塔还有什么乐趣？就是杀人才有乐趣。大绝有了没？干牛了，那就不太可能杀到他。就算了。这个要怎么杀他？跑那么快。你要打哪里？哎，卡枪。九桶一个六杀零死多，是星级的八杀，这个有点扯啊！而且他刚刚不是一杀而已吗？一下八杀，他这个洗 KDA 的数据会不会太快啊？我有点过尾刀哦，真的。星级的也可以八杀，啊，星级的要被杀了啊！你隐形啊，我有红眼啊！哦，蛮 OP 的。现在是怎么样？对面每个都当北港香炉是不是？直接两座塔，北港，叠刀，这个杰西叠刀，那我再动一下杰西，杰西一个叠刀 ，Legendary。然后就有人打了一段话，我没看到，等等外面看一下。看来没人要发言，这是他打的，爽啦爽啦，精英了，哟西 ，Welcome back to Challenger， 哇、wow, 哦 ，Welcome back to Challenger，Here's American Champion， 好啦。谁被挤下去了？所以我不太会看。对，要找一个他刚刚那个啊，可是他上到精英了，看不到他那个表。我怎么查、啊？台中十分丝，台中十分丝。好啦，我们继续收下一场，因为我懒得查他，因为我现在这个画面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换到那个查询的页面，我现在换不到查询的页面。哦，近期对战，对，好，来看一下。也要看他把谁挤下来，这看不出来。反正不是我就好了，随便呢。好了，随便。他终于到台湾第一啊！这个看过了，他键盘打的，观众200人，他一个人的嘴200人，这实力真是不同凡响，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实力。想发脾气、想水他，都可以上他实况台。水神开台，大家赶快进去哦！打 LL 有谁不认识风哥的？每次看他都好发气，干这肥的！啊、好，那来一下。然后看一下都忘了看聊天室各种吹捧哥的，然后看一下聊天室有没有各种吹捧哥的，叫春哦，好恶，不要什么耍憨哦，干超好笑，干讲太靠背了，干嘛？好，光嘴，水光嘴，但是超猛的，干我都喷了，死肥来叫春，干捧成高潮三强啊！你是说一开始那个偷懒吗？那个真的有点爽，因为你要知道。我们正常一开始练蓝的话，会有一个时间，我们大家都一分五十秒开始练，大概两分，我的话是两分三秒到两分四秒。然后，可是那时候，因为他把那个星的抓掉的时候已经超过时间，我是随便，就是也是凭一个感觉，就是随便就 Q 过去，就真的有 Q 到啊。